你怎么蹲在地上啊？怎么了？嗯，吐不出来。那我先扶你去坐一会儿，想吐了再来，好吧？休息休息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为什么没关系啊？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吗？那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答案在你这里。记得你曾说，人不能总靠回忆活，可是我有回忆才有奔波。过去像不可逾越的沟壑，再没机会体会你的温柔。我记得那天你转过身，一直前走。